看一下这几个号分别是怎么样。清欢度是那个力武装吧？那可能就是把没上的号拿出来都上了一上了。哎呦，还有个雷龙，我看到雷龙就头疼啊！我看到雷龙就头疼，我这合雷龙合半天合不出来的。别说了，我看到，看到雷龙就烦。他点了经脉，但是他没有点致命，也就是说他点的应该是心随意动。官方居然还拉了个消息提示说珍宝阁 VS 2008快来看看吧，看个屁。什么玩意儿？诅咒之王？我们连这个东西都有，这也是打蓝的。这个东西居然也提前告诉人家了？不是，是这样的，我觉得我们告诉人家可以，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告诉的也太多了？还有诅咒之王这个东西。哎呦，这虚弥秒的伤害有点……我们这多少法防啊？刷了个灵动以后，这种出奇一致虚弥都秒不动。感觉灵动这玩意儿还可以，配合高法防，这帮地听估计都冲不动。
你们想看谁呢？看紫禁城啊，紫禁城打徐福啊，还是什么？又看猴哥，不是猴哥已经确定输了呀？问题是，不是应该已经确定进不了了？